现在醒过来，知道问我是谁了？我就是聪明伶俐，武艺高强，浑身是胆，行侠仗义，性。 性格多变，这都不是我。重要的是，我是和你展昭势不两立、顶天立地的白玉堂师爷，被我的名声震到了吧？ 跟我过招不到两下就会输的展昭，你怕不怕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厉害的展昭。 也有如此狼狈的一天啊！看到阁下这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我这点小小的牺牲不算什么。啊！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若不是你三番五次戏弄我，我至于设下陷阱来抓你吗？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姑娘的厉害！敢问你怕不怕？一想到马上就要葬身火海，确实有点害怕。 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哎呀！哎，你能先给我解开吗？啊！ 没想到会弄成这样，反正这都是假的，你眼睛一闭一睁，什么都没了。告辞啊！哎，告辞！不是，你得给我解开啊！哎，告辞！你回来啊！哎，死老鼠！哎！哎！哎！ 怎么这么逼真啊？神花他没事吧？哎呦！啊！反正都什么，就当一回英雄吧。
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